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华的，来玩这一款战争炮火军事模拟。Play 商店的下载次数是100万加，所以不是什么新友了哈。开始任务，也不用账号登录了。有音乐吗？比较小声。遥感移动，然后缩放是不是？然后发射火炮。所以我们来设一下遥感，请稍等我一下。哦，这样是不是？然后这样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跑哪啦？这样好难追哦。哦，好，战争游戏，我看是射击游戏吧。就是在地图上瞄准敌人，我们坦克车应该，我们的这个炮火，这些自走炮啊什么的，应该是不能移动。好，这边要摧毁两只。什么？我的攻击只能打爆他一半了、哦。另外一只，对啊，只能打一半而已。感觉我的炮火很没力啊，好像石头一样，就一个小石头。坦克怎么可能被这个小石头给打爆啊？对不对？它就有英文跟中文啦、啊。捍卫盟友，弹药35发哦。怎样捍卫盟友啊？一二三。好，红色是敌人，绿色是盟友。对，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、啊。我这只比较大台。重击哦，可能还有一些弱点装甲，是不是？跟打一些僵尸一样，还有要爆头。这个应该是二战吧？不过现在那个乌俄战争也是这样啊。哦，乌俄战争，唉，死蛮多人的。已经很久没有看报道了啦，因为大家也麻痹了。有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新闻这种东西，你天天报，天天报，你就麻痹了。就是死一个人是死一个人，死十个人是死十个人。我那个炮火是刚死到上千人、上万人之后，那个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啊。就是对于那个领导者，他们觉得他就是数字啊，对不对？车祸死一个人，你可能要撞。如果你发生你的错，你可能要赔个1000万啊、几千万啊，把人家撞断腿或干嘛的。那发生战争的时候，你找谁去赔啊？好，这边这什么东西啊？一个高，然后国际服，好。就是一个射击类型的小游戏，我们好像是这一台，我也不知道这一台是什么，霍奇克斯是25毫米枪炮，它翻译的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枪炮。然后我没有用账号，也没有账号绑定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音乐音效，小铃铛。好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啊。其实我每天都会发布吧，而且都固定时间发布。好，这边是我们这支枪炮，到时候应该可以升级吧。哦，用这个金块来购买。升级需要什么？需要这个银币哦。伤害可以升八次，八分之二。
好，没钱的，没钱。这个 play 有没有？它翻成玩，就一个字。好好寂寞、哦，一个字。如果是你，可能就是你可能会翻译的话，就是游玩，还是战斗，进入战场。play 你会这样翻吗？因为在这个位置你会这样翻吗？啊，机器不懂，机器翻译就直接 play 就是玩。好，这边是升级啦，然后炮手是我们的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升级一下。这个炮手田庄手，那、啊、这个怎么没写啊？以前那个当兵的话都有炮兵脸，炮兵脸都要跳炮操，好可怜哦。没，我是卫生脸，卫生脸就是在阴凉底下。按按那个安理 CPR 啊，做做急救啊，弄一下绷带啊什么，比较轻松一点。在阴凉处训练这样，然后那个炮兵脸不行啊，因为坦克是在大太阳底下，就七八个人在那跳炮操。就是所谓炮操，就是他们阿兵哥会分很多职务嘛，装填手啊、炮手啊、瞄准啊，然后每个人都分工合作。去完成一栋一栋一栋的任务，然后去发射火炮，这样。所以那个，如果你当兵要轻松的话，你要选一些比较轻松的兵科种、兵种啊。摧毁敌人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摧毁敌人。好 ，go go go。我们明明就不会动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是要先打我们才对啊！打后面会怎样？哎，伤害都一样啊！把它灭掉，补刀一下。这个十字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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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种啊？什么国家、啊？他可能是幻想类的，没有这个国家吧？因为以前希特勒是那个吧，一个那个万字是不是？然后现在那个俄罗斯一开始是用 Z 呀、啊，是不是 Z？ 他们要区别敌我、啊，捍卫盟友哇！我的弹药剩二十发。比较纳闷的是，我这样进去的时候，我说我还要再瞄准一下。这边有火药桶啊，可以等他们靠近再爆下去，是不是？我们等他们来。哦，哈哈，跟我想的一样。我们先把这只干掉好了。六四，哦，好，继续。这边桥看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炸桥！哎呦，这边有桶子啊，来不及了。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玩的人，不知道；那第二次玩的人，就是要去找桶子。哎呀喂呀！他躲在这里啊，可恶！我们的盟友被拯救了、啊。就是你一开始先观察一下哪边有桶子。欸，有广告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先暂停一下。好，如果要去广告的话，要花150块。还有一个强制广告，所以如果你觉得很讨厌的话，就不要玩。我已经帮大家测试了。新手包16块，然后商店在哪里啊？这边去广告在这，然后这是新手包，它可以看广告拿能量，能量很少哎、欸，只有10而已啊。那么万一是会扣多少能量？扣1能量哦，那多久恢复啊？这边没有显示多久恢复、欸、有的是5分钟啊，有的是不知道，看看游戏，有的是6分钟，
我们可以升级一下装甲，额外弹药，但不要，那是攻击力。现在71点了，因为刚好像64了。这个是不是？但是我没有了，我只剩55个，所以他好像每次都会问你，他每次都问你啊，不要的话要直接玩。好，韩伟朋友，你先观察这边有火药桶。好，这边也有，所以就是。等他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给他炸下去。哎，怎么没有？好像有、欸。哎呦，装甲位是什么东西？哎，那边没有了是不是？这边还有火药桶。就是我觉得进入好像有点难。啊，他应该会被炸掉，因为他有二连炸。这里还有，我们一样瞄准这个。蹦蹦，好。OK，目前大概就这样啦，一个算是狙击游戏吧。有玩过那种狙击枪的什么的，是这样。好，这个不知道是哪来的广告啊。我们先暂停一下，原来是黎明在线啊！黎明在线的话，刚刚那个广告宣传的影片跟实际玩法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大家要有这个概念，就是那个广告，你看那广告跟你实际上玩法可能不一样。好，每日奖励，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的啦，玩到这边的，我要1500勋章才可以升级我们的炮手、填装手。那为什么这个没有名字？我不知道。好，这边又可以升级了。先升伤害。然后这个的话250啊，没办法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给我们。黄金免费，才10而已。我晕倒了，10而已。然后看广告2次，那就是30。可这250，你要存8-9天才有。如果没有其他黄金的入手管道的话，是会这样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咯。我是浩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